鼓手们和盛装的演员们在和谐同心桥下组成了亚奥理事会会徽太阳的图案，以及广州亚运会会徽五羊的图案，表达广州对亚运的倾心祝福。扇动开的大门，热情迎接亚洲体育健儿的到来。这扇大门巍峨壮丽，犹如中国海纳百川的胸怀，拥抱世界所有热爱和平、崇尚和谐的宾客。Yeah.
女士们、先生们，请欣赏珠江。